人讲鬼是人惊的，神是人畏的。欢迎来到仙姑庙。哇，就是仙姑，神仙的神，仙姑的姑，对。洗锅，洗身躯爱洗身体，若不洗身体，就会甲洗锅同款，到处拢是仙。阮这个仙姑庙诶，就是自古以来都有鬼怪流传伫这个民间。阮就是要甲这個鬼怪故事来讲互大家听。啊，阮今仔吼第一集邀请到一个姑娘啊，仙姑你好。嘿，即卖职业是啥吼？我是一个空姐。啊，阮乐云吼，常常在庭中安尼飞，啊，住外口，对，都要住外面。唱歌嘛真好听，飞到一半就来参加森林之王去唱歌。今仔阮伫阮这个仙姑庙吼，你要再解代志，等一下介绍之后吼，用阮这个过滤水，啊，来帮你净化一下。啊，你若真正有代志吼，你可以去真正的迄个庙哦。嘿，仙姑吼，敢若会当甲你印好单，会当互你解坐你的运哦。我准备的开始，仙姑祈祷。这个是我们整个所有室友一起，全部一起体验的。在这边吗？不是在这边，不是在这边。好，我现在回复那个小爱的身份哈。我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都会起鸡皮疙瘩。那时候我们大学大概五个人吧，我们住在那个淡江那边的北新路，我们就找了一间很便宜的家庭室，因为我们想要搬到淡江附近比较繁华，就找到一间很便宜很便宜的家庭室，就大家开始分房间。那时候我就被分配到了一间，就是进门旁边有一间，然后这里主卧有一间，这里又一间。然后在走廊走到底，走廊到底的时候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厕所，最后一间又有一间小房间，我就睡了那间。然后走廊的都很可怕。对，我一开始就进去那个房间里面，我就看到那种非常古老的那种家具，衣柜开门还有咯咯咯咯咯咯咯那种声音，很像演鬼片。我就把那些家具都推到外面说，这些我不要。推出去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我的墙角有一叠硬币，而且它不是散的那种，它是一叠摆好很整齐的硬币在。墙角，因为我就觉得很像是在施什么阵或者是招财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，因为他那点硬币放在那边一定要有他的理由，我就不敢再去动他。然后我就跟室友说，你看我那个墙角有硬币耶，我就跟室友开玩笑说你敢不敢动，结果我们都没有人敢动。有一点硬币之后，我心里就有点芥蒂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芥蒂的关系，我就是这样子睡单人床。我的右前方是门，然后门外就是走廊嘛，我一开始睡我就睡得很不安稳。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一直觉得那边有人在看你，每次都睡睡我都一直往那边看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就每天都开着小夜灯睡，我就好像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度过一两个月。就有一天，我就发现我的冷气机的背后有贴一张符吗？对，很恐怖。然后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不想要招蜂引蝶，所以我就不敢告诉我其他室友，我就一直忍到了学期末。有一次睡午觉，因为我通常都会锁门睡觉嘛。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睡午觉醒来之后，我就突然就这样坐起来，就发现我的门是打开的，打开外面就走廊嘛，它是只半开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很黑很黑很黑，可是我隐约中是有一个人这样开着门看着我的，因为你刚醒来，你也没有想太多，就以为是你的室友开门，我就觉得说我室友开干嘛开我的门，然后看着我，我就说了一句干嘛，我说了一句干嘛之后，我整个人醒过来，结果我刚刚是在做梦，可是我醒过来的时候我是坐着的，然后门是锁起来的。在这之间，我一直跟我室友说，我一直觉得门那边有人在看我，我都是以那种开玩笑的方式。就这件事情，我就开始跟我室友说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就梦游，可是我一直不敢提那个冷气机背后有符的事情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太恐怖了。直到学期末的最后一天，我们隔天就要搬出去，我们那天就整理行李，整理到了半夜，我记得还是三四点，已经两个人搬出去，剩下三个人，包括我在那个房子，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室友想说好，最后一天了，我想要跟他讲说我那个冷气机背后有符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室友就是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我就走过去跟他们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其实发现我的冷气机背后有符。结果那个室友就跟我说，其实我早就有看到你后面有符，但是我也不敢跟你讲。所以我们大家都其实都隐约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另外一个室友他跟我不同班，他没有听到我这些故事，然后我就要跟他讲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梦游的故事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不如我就直接回到我房间，我们还原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好了。好感哦。我们三个就走到我的房间，我就去躺好床上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我坐在那边之后，我就开始讲那些故事，因为我要还原说那个门外面很黑嘛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外面走廊灯关掉。然后我正要说，你去把那个灯关掉的时候，
我一说灯关掉，我的房间直接啪一声关灯，我们就整个吓傻。然后我们三个就默默一群走，我现在整个鸡皮疙瘩。一关掉之后，我们就三个就走到客厅，然后就坐在那边，我们就没有讲话，我们就没有讲话。到了早上六点，因为我坐在最边边，我还可以走廊看得到我房间的灯是关着的嘛。通常关什么总电源都会全部关，但是那时候只有我房间关灯。过了大概20分钟，我的房间灯就突然啪就打开了。然后对，超可怕的。我房间后面是唯一的厕所，我们在那边憋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有没有人想要上厕所的？哎，可以陪我去上厕所吗？最恐怖的是，我所有的行李都放在我的房间里面，我就差最后一步拿了，我就可以走了。我说你们可以陪我去我房间把行李拿出来吗？我们三个几乎前胸贴后背的，三个一起走去我房间。然后拿了之后，我们整个是逃出去。然后我自己先晋升好了。你看我多久下面在国外的旅馆做恐怖的代志？有一个很可怕，是我住在泰国的饭店。然后那一天刚好是《森林之王》第一季的总决赛。现在是在宣传吗？没有，来进化一下。今天两商业感太重了。因为我是忠实观众，看完直播太喜欢李友廷了。你在告白吗？我们家写的鬼故事哦。因为他总冠军赛是唱谁嘛，然后得到冠军，我就觉得太好听了，我自己也想唱一下，就拿我的手机要录我唱歌的影片。我的镜头就是朝着房间的某一个方向录，比较低调，就没有录自己的脸，然后就唱。我有PO现实动态。后来我要睡觉之前，因为床旁边就有两盏台灯嘛，我就先把其中一盏关掉，然后就转到另外一盏那边滑手机。我就哗哗哗哗哗一个翻身，我刚刚关掉的那一盏台灯亮了。然后我想说怎么会，我在想说是我记错吗，还是它真的自己又亮了，然后就不敢睡。你就因为一个灯开了你就睡不着？因为我刚刚明明就记得我把它关起来了，它后来又亮，我也不敢把插头拔掉，如果把插头拔掉它是真的亮的话我会吓死。我那个晚上就都没有睡好，然后等到天亮的时候我才渐渐睡着。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刚刚那盏灯不是自己亮了吗？我后来都没有动它，然后可是我后来起来的时候它是暗的，我就是对着那一盏台灯录的，然后我在唱。Oh my god， 神勾鸡皮疙瘩。谁能够找到我，在人海中。神勾头皮发麻。我想他应该是想要表示他找到我了。啊，你是拍现实动态吗？会不会可以找到那个现实动态的那个？欸、你看那个精选，有哎、欸。谁能够找到？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，真的快进化一下，你的手机给我防水。除了就是我住宿的一些鬼故事之外呢，叠飞机上刚我上面恐怖的故事，飞机上我听过别人讲一个我觉得蛮可怕的，就是修飞机的人哦，修飞机不是机师，维修的，对，维修的就是飞机降落之后，大家下来之后，他们要维修，对，他们要维修，或是起飞前，对对对，把飞机放在停机坪要维修，他们两个人上去维修，然后因为飞机没有接电，然后就是整台飞机是暗的，然后他们就拿手电筒就是这样照。然后他们可能一个从机头走到机尾，一个从机尾走到机头，在看的过程中，因为原本飞机不是暗的嘛，就突然亮了。你的故事都是跟你登的。然后他们就两个人就很慌张，就跑出去互相确认。他们说：“你有看到吗？”他们说：“嗯。”他说：“刚打开灯的时候，全部都人，灯大亮的那一瞬间客满。”我就觉得很可怕，就赶快跑走。嗯，或许真的有开灯、关灯，画面都是冷，这个我就觉得，这个如果是真的话，会非常非常的恐怖。如果真的看到我的话，我应该真的会吓死。那你有自己亲身经历，还有其他的故事吗？我日常住饭店就是很常被鬼压床。可是人家说吼，还鬼压床很容易是因为你自己太疲累，对。可是我有一次被鬼压床是，我那时候睡一睡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床在下陷。人家踩在你旁边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旁边就是有人在踩，然后他这样绕着我，然后就这样就沉下去，然后就想要起来，可是我又起不来了。那种被鬼压床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想睁开睁不开，你就会留着那个眼睫毛的那个缝，
跟你的眼睛这样子，隐约的就开始觉得说外面有黑影在围绕着你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自己会这样子。嗯，我只是就是完全动不了。嗯，就是想要起来起不来。嗯，然后再次起来的时候，你是就不敢睡了。对，就开灯睡。那如果开灯，他要关灯怎么办？可能就是电器的问题吧，我都在催眠自己是电器的问题。如果有这些征兆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请老师或者是去收精一下，因为他其实前面的征兆已经给我很多了，但是我后面我都觉得不以为意，所以大家租屋主要小心，无可挂牛们。神哥，欢迎大家来报名。你的故事有比神哥更加精彩哦！记得寄 email 来讲你想要上神哥庙。你若故事够精彩，第一当来阮神哥庙啊，不要紧。你若不喜欢露脸，我嘛在后置给你马赛克哦。那你还有很多鬼故事，我们下次，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吼太长，我怕大家以为我们是开一个小时的节目，好好，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好不 好, 好, 好？今天谢谢乐文居的狗女，我今天来帮你晋升吼，这个灯吼，看有没有什么 LG 来神婆来给业配吼，不会关灯的，来，谢谢乐云，谢谢神哥，谢晋升成功，神姑庙在这退单，传说怪怪的故事。够输，够怪，哎！因为你们很常住国外嘛，对，因为人家不是都要说先敲门还是什么？那你有自己的一个 SOP 吗？进门就先敲门，然后冲厕所，冲马桶。为什么？好像说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留在马桶里，所以要把它冲掉。你说前一个客人的事？不是啦，